Hello，正在收看影片的朋友你好，我是圆梦体系111咖啡计划教练吴乔斌，我要跟各位分享目前最夯的商机111咖啡计划。这个计划是史上最简单的行销计划，就是在家喝咖啡赚9万，就这么简单就能创造收入，您相信吗？我要告诉你，这是真的，而且是每个月都能赚9万。因为我们在北中南发货中心看到这一盒咖啡的畅销程度非常惊人，且每个月的供货量也是持续的在倍增。您可能会问我，这个咖啡的市场真的存在吗？真的有这么庞大吗？看看台湾目前有这么多知名的咖啡加盟连锁店，甚至到速食店以及四大超商都有在贩卖咖啡。甚至在一般街道上、巷弄内都能随处的看到咖啡店的存在，可见在台湾喝咖啡已经是全民运动了。所以目前的咖啡市场及商机还是相当的大。问题是要怎样才能成功的打入这个市场呢？就是要让这一杯咖啡跟市场上的产品有差异化。那要怎样做到差异化呢？公司非常用心的历经4年研发这咖啡。目的就是要让它的成分优于其他咖啡产品，其中严选巴西优质咖啡豆，由马来西亚制造，还添加了有卫生署颁发免疫调节及护肝认证的双克极品灵芝，并与荷兰厂商技术合作，采用高成本、香醇健康的天然椰子油，成功提炼出健康无毒且不易变质的纯天然低脂奶精，绝对让你喝的健康零负担。而这么棒、这么珍贵的极品灵芝是怎么来的呢？就由以下公司的影片来介绍它的制程及专业的研发。看完影片介绍后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，这么好、这么优质的商品，要怎样才能卖得更多呢？就是透过这套111创业行销计划，三个一分别代表每一个月花400元在家喝一盒咖啡，且每个月分享给一个朋友，他也在家喝咖啡，一年后月收入将会超过新台币9万元的一个行销计划。而这套奖金制度是有经过计算的，只要照着这个计划，每个月不断的分享，不断的复制，而你的朋友也在家喝，也一样的复制这样的一个行为，直到第12个月后，将可以打造出约4000个通路，创造出每个月94765的惊人收入。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全部交给公司的 ARO 自动订货系统，由系统来帮你处理收款与送货的事情，而且订购2盒。还可享免运，成功推荐3人，在走完合约后即可获得3盒推荐礼，最后40岁以下还可以免费加入。这是不是一个超低门槛、免囤货、免寄送货物、免收钱的协助创业计划？对于年轻人来说，也是一个零成本、零风险的创业机会。最后我要问你3个问题，第一，一个月花400元在家喝咖啡有困难吗？第二，你的朋友也跟你一样，一个月花400元在家喝咖啡，有困难吗？
只是把早餐的一杯饮料换成是这一杯咖啡，就能简单的复制这个行为跟模式。如果前面所说的两项对您来说都不是问题的话，那你觉得这个事业能不能做呢？最后，让我诚挚的邀请您成为111咖啡计划的事业伙伴。有兴趣的朋友，赶快搜寻乔斌的 LINE 及脸书 ID， 欢迎您加入圆梦体系。